就把这样的一个立柱附近在这地方再起一百。你猜猜看，这一栋十四层楼的楼房啊，这栋正楼，它有几根这样的柱子呢？所以他就把中国的建筑这种气势都展现出来了啊！好，那我们再往前一点点，都看得到。然后你从那个大门进来，就可以看到走廊啊。